本节目由有品有趣有热爱真心真意等你来的京东超市独家冠名播出。耶耶耶耶！哎，这是我们的名字哎，我俩对着坐，我们就坐这里。哎，我有手卡哎，哇，你是主持人哎，我是今天的 MC， 我就一直想要有就是做 MC 的愿望，今天终于可以达成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创客少女非常的特别，特别之处之一呢，今天我们没有店员。哇，那我们特别之处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 reaction 大会界创可少女屋颁奖典礼。颁奖，请看大屏幕。这是什么？你们觉得呢？你来创可少女屋玩过最累的游戏是什么？最累啊！我觉得你应该有发言权吗？对，我最累的有被怎么打？真有被怎么？有那个指压板，然后拿着娃娃锤人呢、啊。我跟刘默那一期，我不想蛮累的，叫的蛮累的，不想累。那你们这么讲的话，那我就有发言权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那期我天可太累了，就是两个人拉那个弹簧、就是系在腰上，然后我跟敖心怡转那个光盘、然后两个人要靠腰力。把那个光盘转到对面去，我的天哪！他们说他们在水泥地上试了很多次，光盘完好无损。然后我跟敖心怡把那个光盘给玩碎了。然后还有就是拔萝卜的游戏，三个人一组，三个人一组，三个人这样就是叠在一起这样，然后后面的人就是另外三个人去拔。我天哪，就是少女偶像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虽然扭打在地上，陈建南在地上就是 breaking， 在地上翻，哇塞，在地上 breaking 了，哇塞，在地上，小陀螺，这是一个会飞的萝卜，老厉害。他就是一顿操作猛入，还是被拖走了。哦，行呀，一起不行。这游戏怎么是放赢的？就是三个人全部被拉出去十秒钟，待在外面。你看有多惨！你们是蓝天天来这里义务拖地，义务拖地，真的必须会拖干净。现在人真的穿最漂亮的衣服，干最野的事，对，超野的。哇，太惨了！我想看他们那个恐怖箱，我特别想看恐怖箱。对，我们也来看一下吧。好，挑战的人是杨，来了，哎，谁杨？加油！完啦！什么？你们都是这样的，你们笑我？啊，卢慧子黏黏的，我想每一个都拿，拿，我不怕。什么假鞋子？他那是假的，吓死我了！这是什么？你刚才看到牛蛙？
就指这么点小，我看嘛有这么大啊！这我不行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我不行，它比手还大啊！我不行，这我不行。对，吓他们，吓他们，吓他们的表情爆坏了，精彩了，来了，圆圆，说话。这什么呀？我这个声比较卡的，你当时以为是什么呀？什么啊、当时以为是这个不好摸，换一个吧，蛆之类的，蛆之类的。你怎么脑洞那么大？终极，然后鳄鱼，我把你拿了，这个就放了吧。鳄鱼，这女娲这种不行。鳄鱼，你想吧，就敢差不多和鳄鱼。是很臭的那个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是粪坑吗？啊！啊！你看，都是飞出来了。什么啊？他就是那个有情绪的那个。他被吓到啊！摸到了。可以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很符合 slogan， 敢有万象康吗？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那种令人很崩溃游戏？我们当时循环的是把那个就是手上戴个那纸筒，就手就不能弯，就只能这样子做所有的事情。然后我们上一组的时候就一直在那找不到方法，然后就一点往上弄，还觉得他们好慢呢。但每一次都稳稳的就过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？啊，可以来看一下。开始了蹦迪，他真的是笨，然后他套了那个手就没办法，闪下来，太搞笑，这节目组后期太牛了，节目组后期太搞笑，可以，哎，给人行了个大礼，给人拜个年，你，吓人贼，好可爱。哇！不太正常，在佛前求了五百年，在佛前求了五百年。哎，我们最后地毯上压一张脸，鼻子、眼睛，不要掉，不要掉。成功。一凡，你是不是之前也有玩过一个那个不停循环没完没了的那个游戏？我两次来都是这样的游戏。真的吗？我们也来看一下吧。好。对对对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哇，不痛吗？你的脚底板痛的我疼死了。这跟我这吸地板吗？鸡头白脸，好难。八九十，哇，这么多次、啊，那天真的特别久。黑十次挑战，干嘛？就觉得太残忍了，就来了十一遍，对，而且后面那个剪刀石头布都是听天由命的东西，对啊，太那个啥了，感觉像我这种衰仔，我估计要玩衰仔一百次。哎，这是最后的 ending 手卡吗？我现在来念一下，其实呢，你们在创可少女屋里面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我们设定了屋里面特别的奖项颁发给大家。得奖的学员呢，每人可以拿走五件商品哦，所以是不限金额的五件商品，对不对？哇哦！创可少女屋的颁奖典礼正式开始。哇、哦！哎，好啦，我们创可少女屋本年度的第一个奖项是屋里胆量之最小，有点数了。它呢是一个神秘的存在，选购时间永远都不够，可比计算第一严谨。它有着大大的脑洞，小小的胆量，它就是一闪一闪的徐艺洋。请站上颁奖台，然后有请我们的特邀颁奖嘉宾张二凡为他颁奖。说一下你的获奖感言，你先把奖给我。你是有多迫切想要？首先感谢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，让我胆量这么小。其次感谢我的公司
龙涛娱乐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到创造营2020参加创客少女屋，我太感动了。啥呀啥呀，你们这是个什么？你们是啥呀？奖。这是吗？这铲子吗？要回去拍人的吗？这是用来奖。真的是个奖，我真的服了。走了走了，结束了是吗？谢谢你们。年度最感动顾客奖，他兢兢业业但不为人知，作为顾客却有着马货的自觉性，货架因为他整整齐齐。就是放的有点不整齐，放的嘛是有点乱，东西是好东西。他就是我们城堡里的收纳达人陈卓璇。原来是你啊。我连个礼盒都没有是吧？连个礼盒也不配。你的奖。来发表获奖感言。首先感谢这个平台给我了这个好篮子，让我变得能够更会收纳了。接下来这个奖叫你最最最不容易奖，它有着帅气的壳，软妹的核，人生几多风雨，它经历过指压板，吃过没饭的拌饭，还一度成为整蛊的对象。哎，他就是刘茂茂。来，我们请登上颁奖台。有个领带，有个领带不错了。发表获奖感言吧。我想说，这花真好，可以放很久，谢谢。接下来这个奖是最佳演绎奖。他呢有着自己的招牌动作，他是行走的表情包大户，创客模式循环游戏的忠实玩家，创客巧克力的忠实粉丝。就主要是那个巧克力是我去创客少女屋自己得的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是属于我的荣誉。一句干啥的一度成为经典语录，他就是张一凡。邀请我们的特别颁奖嘉宾刘梦梦上前为他颁奖。这个不对啊，这个有点不对啊。这个、不合适了。怎么说不合适了？我看到了我的奖品。你看他的奖品。哎呦哇、啊！这不合适了。哎呦哇，这不合适了啊？为什么呢？不合适了，是。这很酸了啊，这个。盒子，谢谢。哎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哎，这颁奖嘉宾怎么回事？完了完了。哎，这个你要好好说一下获奖感言了啊。我本来还想吐槽一下哈，但是我看到了我的奖品，我真的。我觉得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我第一期来偷吃，就是你们不但就虽然惩罚我了吧，但是后面还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玩偶，然后就感觉我每次来你们都对我太好了，我有点感动，谢谢，我接受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接受了。好，倒数第二个奖项了啊，这奖项呢就是我们创客食物链天花板奖项，它战绩赫赫，却深藏功与名。游戏一秒清场，蚕蛹一秒清空，他字典里的没有害怕二字，他就是创客食物链的天花板赵月月。三包蚕蛹，来你的奖。非常的感动，然后收到这份礼物，然后想说花也不错，这个奖也不错，非常感谢那个创客少女屋。好了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最后一个奖项很明显就只剩下我了，好，我先站上来。这个奖项是什么呢？啊，是最高的奖项，创思卡影后。不累不累。创思卡影后，她演技惊人，以少女偶像之名，在创客少女屋开辟了一片演艺新天地。什么玩意儿？喜剧、悲剧、偶像剧。电影、电视、小广告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演不出。礼物是，这是金鸡奖吗？鸡哎，金鸡奖哎，黄鸡奖，尖叫鸡奖吧。嗯，好，谢谢这个奖项。我今天得这个奖，我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？我开心，谢谢创思卡金鸡影后，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嗯，谢谢。
我们各自都获得了我们各自的奖项，然后我们的重磅福利来了，你们可以在本季所有的游戏中进行抽签并且挑战，排名第一的队伍可以每人追加三件商品，第二的队伍呢可以每人追加两件商品，排名第三的队伍可以每人追加一件商品。哎，先来抽签吧。我们抽到的这个标签是听不见的魔咒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我们现在两两一组的分好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我们每队的名字。就叫洋洋得意，好，我们叫洋洋得意，我们叫梦想陈真，我们叫什么呢？叫赵月爱吃口红，什么？做随意的呗。好，就叫这个了。那我们开始游戏吧。最美的来组先来。你们俩这么嗨呢，你们先来吧。对，你们先来吧。好，有了。哎，来了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灰化肥，会，自己说不利索。灰化肥会发灰。什么？灰发肥会发灰。灰发。肥发黑。灰化灰，你的嘴不要一直这样。你说话，你把字说出来。什么？灰化肥？你要飞？对不起，放错了。灰化肥会发灰，你要飞什么东西？灰化肥会发灰，灰什么？灰发灰，过。好，下一个。吸吸可吸果冻，什么？你不要笑，吸一吸可吸果冻，你不要呲着牙把字说出来，吸一吸。一起吸一吸茄子，什么？吸一吸，你是不是在搞我？吸一吸可吸果冻，他是不是在搞我？是，我好晕呐。过吧。刘奶奶买牛腩。刘奶奶买榴莲牛奶包。Cool. 刘奶奶。对，刘奶奶怎么了？买榴莲。买什么？买榴莲。牛奶包。特别饱。牛奶包。哎，牛奶包。莲子。刘奶奶买榴莲，大礼包。不，对了，不对，我敲晕住。刘奶奶买榴莲牛奶包。刘奶奶，不来了，过。什么？让我去洗。王一桥吃了香蕉就尖叫。王一桥怎么了？倒计时了。吃了香蕉。十。吃蛋糕。九。吃了香蕉。吃了蛋糕。香蕉。五。吃蛋糕。王一桥想吃蛋糕。吃了香蕉。想吃蛋糕。香蕉。尖叫啊！实在是棒，无话可说。对了几道？我们对了一道，一道都没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举起高脚杯 with a poker face。
橘子包包饺子，举起，举起。哎，刘梦，举起，五花大绑，绑绑住。举起什么？举起，举起橘子。举起，举起。高脚杯，高脚杯。With a poker face， 什么？一个词 ，with， one， 一个词，一个过。螳螂爬，这送分题把这个题去掉。螳螂爬腋下，螳螂，螳螂爬腋下，螳螂，螳螂爬腋下，爬腋下。你看，我就说是送分题，徐阳。牛蛙吃西瓜不吐西瓜籽，牛蛙吃西瓜吗？谁家牛蛙吃西瓜呀？牛蛹，哎啊，牛蛙蛙吃吃西鸡瓜蛙不。不不土，可呸可呸，不呸，土土土，可呸土，不是可呸，土土我土我过，我要起来，我看不见字，对不起，我要笑死，今天姐姐。今天天天姐，今天你在拍广告吗？牙就没收下。倒计时，今天今天三星期天，时间到。今天对，实在是棒，无话可说。我们一起吃，一起，我们一起吃吃小龙虾，我们一起吃小龙虾和甜点吧，点点包，点点包，甜点，甜点吧，放吧，我们一起吃小龙虾和甜点吧。哦，我们一起去吃小龙虾和甜点吧。创思卡，竹子梗，创思卡，装思考，创思卡，等一下，来什么？创思卡影后，创思卡影后，奖品是尖叫鸡，奖品是尖叫鸡，创思卡影后是奖品是尖叫鸡。假发，假发，放进，放印，进，印，假发放进洗碗机，提款机，洗碗机，哦，假发放进洗碗机，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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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生活不易，生活，破音，破音，不易，不易。龙哥叹气，经常叹气。龙哥叹气，哦，龙哥，龙哥，生活不易，龙哥叹气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大家最爱的选购环节。火鸡面，火鸡面，耶！ Yeah， 火锅。那这个吧，我也觉得这个好吃。酸辣这个比拿这个西多好吃，奥利奥吧。那我随便先拿个啊，奶茶，再来个薯条，把薯条带走。哎，你们怎么把泡面掏空了呢？把泡面掏空，掏空的泡面，切，好，好，
有猛丰收啊今天。耶，我们都买了好多好东西。每周一三五创客少女屋，我们还不想结束。这真的是我玩过最累的游戏，这游戏谁发明的？不，关键是你们这么激烈之后赢得了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输得很惨，什么都没得，拿了一包泡面回去了，啥都没得，没得，什么都没得，没得，好惨，太惨了，好惨！就那天真的是很惨烈，所有人背后湿透回去。我发现越到后面拿到的东西越少了，对，对，又是涨价，游戏也越来越不可理喻了。不可理喻。